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师 OK 先把网牛威士神武幻想。有动静了，来了来了，这脚印好熟悉。清浅带水，哼，这足印分明是神兽夫珠，搜了半天虽然没找到半点神物的线索，倒是遇上了一笔大生意。你是什么？可恶，跑得真快。孩子，休要伤人。山上的臭小子，无论你来意为何，到我阿父面前好好说明吧。真有闯入者，风鸣村男儿列阵，拿下，给我拦住他们！挡路，找死！臭小子，此前使役的那些废材不敢近你身，今日新得一凶物，哼，就不信拿不下你的命！啊！居然可以使役如此凶神，他是乌烈。阿星，我来助你。请多指教。人面鸮的羽毛竟坚如磐石，无惧寻常刀剑。人面鸮会将灵力灌于全身羽毛，老头子曾说过吧，锐者避其锋，找到他的要害便能一举击破。要害？是了，眼睛必是他唯一剧痛之处。阿星，他的双眼就交给我。好，我会掌握时机，趁他吃痛时进行攻击。莫可奈何。
些山村野妇竟敢如此羞辱我，居心不良，多言无益。得罪了、啊、必须阻止、啊啊失礼了！又是这邪门把戏，哼，本来想找个东西就走，既然你们自己找死，就怨不得我。烈神恶徒，休得撒野。哼，竟然有高人在，哼，看我早晚血洗你们这破村。有两位帝都使者在，真是碧村之幸了。哎呀，飞灵宫倒了！你们看看，多么不祥的兆头！我千交代万交代，挪祭前绝不能让这灾星入村。现在可好，飞灵宫都给摔裂了，东西坏了再修就成，人要伤了才是无法挽回。刚才真多亏有小飞星啊，他若没下山，或许根本不会发生这些事。就是就是，别再下山了，快离开村子。欢迎你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方才的表现你们认为足够保护村子，足够担起风明君之名吗？你违令进村，又擅闯私庭，破坏誓约之礼，甚至不知避开飞灵宫，使其受到损害，你知不知错？阿父，南先生，我会对自己惹出的祸负责的。原来这位便是蒲方将军的长子。小儿让使者见笑了。我见其身手不凡，不如就让他上山追捕那名污蔑与其同伙，也算是给村人一个交代。阿父，孩儿正有此意。阿星，我同你去。哼，不成，那污蔑已放话要对村子不利，所有人都必须留在村中防备。就如此办吧。阿星，别担心，你不也说我武艺出众吗？对付那乌力绝非难事。不错，有山神护佑，小飞星一定可以完成使命。别忘了，你还有那个，只要使用，还怕找不到他的踪迹？哎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宗伯。新鹤说的不错，那小子手上的指环绝非凡品。咱们快跟上。
此刻不该回村，上山追捕恶徒一样。好，那这集到这边结束啊。那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欢迎频道影片左下方的图片按个订阅，欢迎到粉丝按赞，以图文件消息，也记得把右下方的红色小框框按个订阅，也把铃铛打开，以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哦，谢谢，拜拜。